哎，你这人足奇怪呢，啊，圣殿哪会像你拜啦？啊，头拄啊讲我爱贪小便宜，爱碰风，你有影吼？我有影啥呐？敢讲我贪食，打骂我什么脾气歹？我看哦，你不要靠近。哎哎哎哎哎，你脚受伤哦，莫惊啊紧啊，哈！哼，我你气一个火炉拢通啊，走干那飞咧啦！莫啊臭蛋啦，啊拜也拜哦，莫惊啊紧啊。 我啊，你讲啦，我自细应该大汉啊，我运动细胞拢真好咧啦。就总讲，我即马脚拜咧拜咧哦，我已经行，比你后日上有走较紧。好啦，你较敖啦，讲袂赢你啦，吼，来啦，摕去食啦。我买啊，啊你最近毋是无啥胃口，想要食啥？摕去食啊，最后一餐，想要买就买无安尼。你管他要买有啊是袂？你也知影讲，我最近胃口无好啊。是佳玉甲我讲的啊。 所以讲，你是专工走来到阮那被乌龟捡我食。秋啊，嘿，你们当时对，你是当时甲办公室搬来遮，无我变哪有可能，常常伫遮拄着你哈。乌龟兄，你哪有啊？老树林。 你来到上班啊啦，这是最后一块乌龟壳，头拄啊，我已经甲秋红小姐一人一半吃完啊。就是你买去，不过我买无，你哪会遮闲啊？啥都要定来走来交还啊？是啦，我是真无闲啊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我是专工买乌龟壳，互秋红小姐食的。毕竟吼，伊脚会受伤，嘛是因为我，我有责任爱照顾。 没，秋红，我跟你照顾，别麻烦你。啊，你两个要开车哦？那呢，后尾我去外口玩呐。无啦，我是要让林当时你了解讲，伊就坐咧办公室，我办公就好啊。你的代志免管啦。那无问。啊？这刀我会晓。嘿啊。啊来，这我会晓，我来处理。啊，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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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刀我的问题啊，我想了解。我每一个艰难的刀啊，拢是我亲身经的。 你竟然会搞安怎？啊，不是你做啊，我刚提主任呢，倒来代志哦，我专门考啊，我即马随处理就好。啊，打！哎呀，阿兰，师兄啊，你有要紧吗？不，代志，我无代志，不要紧啦，哎，不要紧啦，来，你边个看就好。 我来，嘿嘿嘿。OK， 应该是在。我来。OK。 好稳呐、啊、，OK 啊。你二头肌够不拉厉害啊！啊，你店内看有啥物件啊？我来修理的做一下提出来。哎，要是浴室，要是房间迄电费哦，哎，我你买单搞我。哦。